者曾文荣台北报道。61岁陈美凤在民视春节特别节目中热舞，那些猛男又露长腿。他坐在脸书 PO 出未公开的彩排影片，只见他穿着流苏短裙，露出修长美腿与屁股蛋，其中一趴他从布幕后出现，脚蹬10公分高的细跟高跟鞋，以女王之姿走下阶梯，再踩上椅子，这一时踉跄从椅子上摔落，吓坏旁边所有人，工作人员发出惨叫声，但陈美凤面不改色，立刻随即爬起并继续与猛男贴身热舞完成彩排。陈美凤在脸书 PO 文表示，和大家分享电视上不会播出的彩排 NG 画面，我摔我摔我摔摔摔，哈哈，主要就是那里跌倒就要从那里站起来。陈美凤火辣并华丽的跌倒，但敬业地火速站起。民视提供陈美凤火辣并华丽的跌倒，但敬业地火速站起。民视提供陈美凤火辣并华丽的跌倒，但敬业地火速站起。民视提供。